知道欺负谁，其实我不是欺负他，你知道吗？是他那种跟他撒一个娇，他就会就帮助你，你知道吗？比如我，你知道上次，我不知道他们说没说，就吃那个没洗的草莓，拉肚子了，大家。草莓一定要洗哦，4斤的草莓愣是吃了2斤没洗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不给他们洗，他们就不洗，然后跟我说，你们就啊，就你就看着我们死吗？你不跟我们洗吗？这是一个后辈应该做的。小我呀，听见没？这是一个后辈喜欢我的对象，因为一天太累了，我们需要就是。休息一下，然后特别想吃草莓，然后那个手下那草莓，我们骑了多少人？你们可以找我呀。对，你那草莓太沉了，那扣那细，满身都细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我不是是真的要死了吗？哎，我10块钱啊，洗衣巾，我那有舒博洗洁精，为你们服务。我觉得我们拉肚子就怪你，就怪你没提前给我们洗，就要提前洗好了，我们也不会拉肚子的。现在我们上课让关门，都是全男关门去，全男。那个林娜帮我去，你呢？杨一曼。哎，我觉得呀，就是我不太理解，就是林娜我忍不了。啊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你挑拨离间。没有啊。这样的人就该被打死。Kill. 没有没有，互相帮助嘛。下次你还洗不咯？反正又不是他了，我别哭别哭，我们不会了。真的，他每次说这个，我肯定要学干什么都。对。以后不只是你了，那个我只是张笑莹哈。给我点面子，给我点面子。干嘛？他们都已经养成习惯了。张笑莹上次说了个什么？说我有2双鞋没洗，然后。我觉得洗澡没时间就是挺正常的，他来一句，哎，一般你有没有时间呢、啊？你闲不闲？我有2双鞋。不是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就是2句话，就是我的思维有点跳跃，我想说，一般我还2双鞋没洗呢。我说你有没有时间啊？但是不是让他给我洗是2件事。他是他说我没有时间，有其他事，但是你知道，就这种事情说惯了之后就变成习惯了。我以后有洗就让你洗了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小鲜肉来，他就轮不到你了。不说别的，快点！之前没有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快点，就给你们来一个就心动时刻，来一直有什么感想？快，就给你们一个就是给你们一个就是缓解压力的时间，来快快快快快。来说一下来到一队的想法，来，之前没有问你们，李娜你别发呆。认真点，感受你无所畏惧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表情包特别适合你，我回去就发一个。跳过。好好好。